哎，老板，我有两个消息要告你，一个长消息，一个短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那我先听个长消息吧。长消息就是我想说一辈子给你听。那短的呢？短消息就是我爱你。小马。哎呀，我都想你了，快让我亲一口。今天不方便。怎么了嘛？今天不方便。不能亲嘴的话，亲脸也行。今天真不行。怎么了嘛？那个，不是马经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老板，那个我说我来换水的，你信吗？那你从明天开始你就去换大桶水去吧，别来上班了。啊。老板，为什么他们人人都涨工资，就不给我涨？哎呀，今天公司效益不好，明天给你涨。明天不是，可是他们新的都涨了，为什么不给我涨呢？就你跟别人能一样吗？你看这是小张带来的，小李带来的，小刘带来的，你给我带来什么了？我给你带来个锤子，你要不要？哎呀，我马上给你涨，马上给你涨，10000够不够？这还差不多。这就是我的生活。